啊，因为阮老母就想想讲，要甲我改啦，佮甲我带去伫一间，就是田中哦一间厝哦，吼，啊边仔拢全部拢田安尼吼，啊就我想讲，逐工就伫遐唱卡拉 OK， 佮毋知佮有算迄无线电啦，嘿，就算无线电，啊足无聊诶，啊从算无线电了，我就去读一条我第二任先生诶，对，啊我第二任先生就讲。啊！你住伫倒？你甲地址交我讲，我去看你安尼啦。我讲我袂使出门安尼，伊讲伊要来看。我讲好啊，我个地址报伊就真正来啊。然后见面的时候，我甲讲我是你食毒的安尼。伊甲我讲哦，我嘛有嘞，是。伊讲哦，迄食毒唔好，嘿，迄食毒唔好。啊！伊看我脚拜咧拜咧啊！啊！伊当阵我就是用 FN2 啊，就 FN2 个提来个磨磨的，啊，就来注用注射注个门外，嘿，注伫我的脚，啊，脚都肿起来，因为它就是它就变成是里面已经是溃烂这样子，然后他看到我脚不能走，因为像我马拢不爱操我，所以就把我带去带去病院，就是把那个手把那个囊肿整个就把它摘掉，哎，对，摘除掉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男生很好，你知道吼？啊，从就心动的讲，就感动的，就是讲，伊呢，我是使啊一杂波，拢大家拢叫我杂毒啊，啊，哪个人直接叫我卖食，我都感动到啊。啊，后来就跟他在一起嘛。啊，未讲实在一个月就讲要嫁人啊，吼啊。结果后来就是也因为就是怀孕了之后就嫁给这位先生，然后。我其实我对他们家的背景都不是很了解，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有怀孕，然后就嫁过去这样子，对。不，但是因为我看你写的物件内底，这个你第二任的翁，因厝环境真好啊。厝的环境真好，迄当阵我嫁去的时候，我们的结婚典，我们结婚的那一天，大概是。办了108桌，哦，办百几桌，这就大家族啊！啊，像那个我们戴的那些项链啊、金啊，差不多拢总有超超过40万。哦，然后佮阮公公佮买一台房车给阮，啊，佮一台35吨的迄个刷胶车，要阮人去做工课，啊，佮给阮厝，啊。像这像这买这拢是现金嘛，拢无贷款。对，啊，就是伫迄个咧花，我苦偌贵，你知无啊？贵了百万，哎呀，都那么多贵啊！对啊，所以我的公公就对我们很好，像我要吃什么东西，我婆婆买回来，我要吃什么吼，买回来不是一输啊，拢买人贵人安尼，安尼，互你食到惊着安尼啊！啊，所以讲呐，去伊啊，我婆婆呐去菜市啊，看到足水的衫吼，伊就想讲要买回来给我穿。你真好啊！哎呀，啊，那。就在那个很幸福的情况之下，你知道我从此王子跟公主就一起吸毒了，不是过着幸福快乐就一起吸毒啊。然后就在那个最幸福的时候，然后我还是又心里紧紧故意就又想说要去拿安非他命来吸嘛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你应该有一段时间是无用的啊。有一段时间无用，才几个月尔。哈，但是你来讲，以几个月来讲，你生理上对他已经没有依赖了啊。没有依赖，但是你就是想说没有事做，然后就想，就心内尿尿的，会要去摕啊，结果就是掺遐金仔衫，拢也卖袂掉啊。啊，佮我妈佮20万咯，我全部拢去买毒品啊！啊，结果有一届，我相信阮翁迄当阵应该是知影我咧食毒品，但是我无互看到安尼。啊，到尾一届，阮人要出去，啊，我当啊负责洗衫嘛，啊，我就是要拿他的裤子要去洗，然后说要看看他裤子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这样子。结果摕一包假链带啊，假链带。我拍开片讲，这都四合爱，第一案哦，啊，结果我们就为了这个又吵架，啊，吵一吵，结果都一直吵，没有什么进步，反正都吵吵，根本嘛是两个当在家啦，
啊，到尾就我。本来是你在用尔，啊，你唔知有在用，啊，是伊本来就有在用。伊早就有在用啊，只是我唔知。你感觉足夸张的对无？但一点都不夸张。汉斯因做工，汉斯做，事实就是这样。哈，事实就是这样。啊，袂笑咧。后来就是因为。就是有一次警察就跑去我们就一大堆警察走去阮家敲嘛，啊，阮婆婆伫门口就伫遐足紧张的吼，是讲阮若开车等伊，伊就要叫人紧走啊，然后他真的婆婆看到我们就叫就安尼背，阮就知影讲啊紧走，啊就知影警察伫面顶咧敲啊，啊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个逃往亡命鸳鸯啊，啊都。都四都伫外口租厝，啊，都变成安尼做事情都变成是偷偷摸摸的，啊，要出去拿药也都是三更半夜。所以我改摆出去摕药的时阵吼，我去含药头计价的时阵，啊，回来，我相信那个应该县民是计程车司机，啊，计程车司机，然后我回到家里的时候，一路客人车都被人搞砸一边啊，伊讲来，你对我行，啊！你家你拄只提物件拢提出来，通常迄种对拢是安尼啊，有咧通哦，咱简单处理就好，嘿，好，物件摕出来，嘿，咱简单处理就好。我操，我足久无用啊！啊，我敲哦，吼，敲着都唔是简单处理，都拢安尼的啊。伊讲要去你去你我楼顶敲了，我讲你莫去你我楼顶敲，我囡仔啊细汉啦，吼啊，阮先生大，但是无偌久，阮先生嘛做位敲嘛，嘛掠伊啊。啊来就放入去啊。啊，就到尾我迄当阵头一届去食十一年的毒品，我头一届去用掠的时阵，啊，警察就是列我先生他的那个前科，哇。规落等，落等全部拢是毒品的。然后那时候才吓，他就哦，伊的历史真正足辉煌，规个拢是毒品的，清一色安尼。啊，你被关了后咧，有改变无？我，系啊，我当然头一届你被关的时阵，吼，乖乖啊，过我人生嘛。啊，到尾啊，就。我伫内底是瘦到要死，迄当阵我38公斤，哎，啊，就伫遐瘦到要死，到尾了后，发监执行，发监执行，我就伫内底表现良好嘛，所以头四个月我就假释回乡，哎，当阵等于搁甲公公婆婆哦下跪讲，恁个做一届做人一届机会安尼啦吼，啊，因就给我机会，给我好好做，我嘛是去。一间嘛是迄落做迄车的零件的公司，做国机台，国机台有一天无到四个月，我到唔知到哪有着啥物代志冤家，冤了了，我义无反顾，搁回去食药啊，搁去摕毒品。我已经忘记了说你再给我一次做人的机会，已经把这放我袂记哩啊。啊，就开始，因为迄当阵我差不多逐个月拢爱去验尿，验尿讲看嘛，够食无？啊，但是你有食，我都唔敢去啊嘛。啊，唔敢去了后，我就通啊，就通啊。啊，到尾就一届，我就暗时啊，差不多天要光四点外的时阵，啊，到厝的时阵，警察就为迄个巷子里面就冲出来啊。啊！就冲出来，我就，系，就第二届入监嘛，安尼，对。但系你第二道入监了后，受洗成为基督徒。我头一届伫内底时阵，我要讲一个做不可能的事情，请讲你听。我因为伫看守，伫乐界所的时阵，迄当阵摔跤唔知影人，因为我摔跤足厉害，所以老师就甲我关伫迄落高级。毒气房，吼，啊，佫惊我摔死，吼，就各个就同学底下甲我讲，嘿，啊，这个，老师就迄当阵寒天嘛，我佮加两领被，啊，迄个老师就是狱卒嘛，行过窗仔口，伊就甲我，就叫阮迄个同学讲，你甲叫开西横区，叫我甲西横区，啊，我就迄当阵，三更安尼，三更无开，我无开来吼。歹势，我歹势。啊，第三届时阵，我阁讲我歹势，
老师就起毛一摆，伊就甲门拍开，啊用一支差不多像麦克风遮尔啊粗的迄落，迄个做水管嘛，哦棉被掀开就开始甲我笑，啊笑几落下，阮的同学就用伊的金甲头去砸迄个水管，讲惊惊较巴结的，咱来说一下迄句话。啊，自迄届开始，我甲伊姐妹情深啊，嘿。因为这个阿姐吼是真大油头，哎，啊，所以我出去了就开始有毒品的往来哦，伊就当好东西有朋友分享啊，安尼啦，哎，对，啊，所以第一次我过去用两个关的时阵啊吼，啊，我就嘛是过表姐娘吼，过做过做迄个干部安尼吼。啊，迄、那个有一个董牧师啊，董月春董牧师，迄个台中根生团去的吼。伊就入去内底，就讲，哎、欸，同学，原来我们唱诗歌，啊，我若大概唱诗歌，我就开始目屎曲曲顶，唔知你，唔知你流啥，我这若跟我伫台顶唱的，哇，那会无同安尼啦吼，好，那大概一唱，我就目屎就流落安尼，啊，一间董牧师就讲，哎，同学，我们这次有寿喜典礼，然后寿喜的同学请举个手好吗？迄当中我就足勇敢，甲手举啊足悬的哦。啊，迄暝哦，我睏袂去呢。哦，睏袂去是讲哦，阮兜讲有啥物三不王爷，一人一尊爱拜啦。啊，我即声啦，四娘说我等下来交代啊。哦，到尾第二届牧师来，佫咧问讲啊，即届咱看有增加人数哦，安尼佫请举个手，我结果唔敢举手。结果迄暝真正睏袂去。我着边来边去，那咧煎鱼啊呢。我讲我当然是拜三不王爷较重要，也是救我较重要，因为我妈已经甲我。已经为了我这个不好路哦，四界去求生命有神拜到无神啊！有神拜到无神啊！吼，我嘛是无变好，我甲当作死要当作活要伊啊！我反正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当作上尾一届机会安尼啊！我讲牧师，你千万你着还阁问第三届，迄阵心内想，你着还阁问第三届。啊，第三届牧师就问讲，我们这次要确定人数啊，我都真正甲手举甲足悬的，哇，目屎都哭哭的啊！还没受洗之前，他过了两个礼拜，就一个同学一心来伊个白鸭河炸掉，哎，伊就安尼，我那感觉你怪怪哈，安尼啊，我两个手就插嘞，目睭出大泪来看，我是倒位你怪怪，伊讲，啊对，你无搁讲错啊啦，哦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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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吗？因为你知道，那个口头禅是上歹讲的吼。对。要问候人家的妈妈过得好不好，那突然间就不会讲了吼。啊，我嘛唔知，唔是给小路，就突然间就不会讲了这样子。啊，后来我就在监狱就受洗了，安尼。